32分。本轮的三分大王是8号胡卫东，这是江苏队的选手，投中了5个3分球。这一轮的篮板大王，北京首钢队的9号巴特尔，他身高2米10，这一轮抢了14个篮板球。我们来看看第13轮之后各队排分的情况。八一队是26分，北京、辽宁24，广东宏远22，最后是前卫队14分。我们再来看看下轮对阵的情况，比赛是在1月28号进行。在1月25日结束的96梅石杯中国足球精英赛上，国家队和国安队取得了决赛权，济南泰山队和广东宏远队争夺第三名。精英赛1月23日在广东梅县拉开序幕，中国国家队和国安队分别以7-0和2-0战胜了济南泰山队和广东宏远队，取得了决赛权。下面就是决赛阶段的两场精彩比赛。中央电视台、广东电视台、梅州电视台，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96梅世杯中国足球精英赛。最后一场比赛是国家队对北京国安队，这也是。